嘉南广播电台 FM 91.9，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丽新世界》。这个时间是由台湾的国宝100%新乡黄金纯苦茶油赞助提供，服务电话2827272727。今晚就邀请咱所有乡亲收听《美丽新世界》，谢谢。心了下凡来出巡，因果救难救众生，无论好天也落雨，咱有心头行苦，大地小巷参观路，我说来今天给咱网络直播哈，今天哈，咱也是呢，看到咱现场哈，咱的主播室内面非常的热闹。来，咱的摄影机哈，无阿都向外面，然后所以呢，咱外面即卖是好多的
应该算是大朋友了啦吼。来啊，咱今天哈，在咱今个节目现场哈，非常欢迎，为咱邀请的国立乐理高级中学，今个因这是属于大众传播社，社团，来参访咱嘉南广播电台哈，今天刚好非常欢喜啦哈，老师哈来搞咱的节目现场哈，来老师你好，你好，大家好，哎、欸、大家好，来我们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哈，来我们后面还有许多的帅哥美女，来透过我们镜头向大家打声招呼。有没有看到？好，大家好哈。那我们这边后面这位也是老师吗？哎、欸，是。哎、欸，贵姓呢、啊？哎、欸，我姓朱。哦，朱、欸、朱老师哈。哦，我今天刚好非常了解了哈。那么当然院里高级中学哈，院里的话哈，大概那是听到哇，应该是念湾里吧？是湾里嘛？湾里。不是咱南区的湾里，是苗栗的湾里哈。对。真侪人都把它给搞混了哈。嗯。这湾里哎，院里高中哈，院里高中。听在苗栗这大家应该是山明水秀的一个地方啦齁，所以齁是不是齁有我们老师齁来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大概在我们这个整个的那个地理环境，这个我们位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好，那院里高中首先介绍一下，院里高中在苗栗县，那在地理位置上它其实比较靠近大甲这一边海线，那谁家谁海线大家大家嘛遐嘛，大家嘛个往北一数啊呢吼，啊伊伊拄啊伊当兵是火焰山。火焰山嘿，阿爷南边都多对着大安溪、大安溪啊，那哈阿湾好，说完好好，等一下，群群刚才主持人讲的山明水秀啊，所以有山也有水就对了，是的，是的，真的山明水秀，是。湾里那湾里可能今嘛这几年可能南都的朋友开始在可能就是湾里附近的通宵。我在北沙都妈祖，对，阿姨每一年都会经过我们学校门口，是，所以如果说对于苗栗地区北沙都妈祖信仰有兴趣或关注的朋友，其实走过路过也不妨来参观一下我们学校这样子，对不对？那妈祖有进去过你们学校吗？没，爱留大路行过去啊，不过呢，学生跟老师好，你都会去门口迎接他。今年哈，听说那个路线又出来了哈，所以你马写当个祈求节，看到你去哈，好好来宾赶紧谢谢加起。我们的空中呼吁呀，众星明波。对呀，对，心诚则灵。妈祖有听到的谢你去啊哈。那么哈，在咱今年院里高中这边哈，我们里面大概哈整个的那一种教学中心的那个规划是怎样规划的？好，其实我们学校是很新的，我们学校是民国90年才成立，90年才成立。它其实是过去我们说省立高中时代，台湾省还没有完全被动省之前，最后一批省立高中，最后一批，所以它其实很新，它大概今年才19年而已。所以只有19岁而已，对，算刚成年就对了。刚成年，刚登大郎这样子。谢谢。那学校在设计的时候，其实就像呼勇刚刚讲的，还有建筑师在规划的时候，还有稍微搭配一下当时的整个院里地区的风景特色，所以整个学校就是校园的安排就是有山有水的感觉，比方说我们学校的建筑的屋顶就是绿瓦斜屋顶，是绿瓦黑瓦绿瓦斜屋顶，然后学校的中堂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类似那种水景造景的一个情况这样子，所以一进到校我们看到有感觉，就是看到山又看到水的感觉一样，对，呼应在地的特色，就是说哈，不像有别于我们那个一般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学校的建筑就对了，就是一般学校可能进门都看到椰子树啊，我们没有，那像你们这边也算是属于客家的那个吗？其实苗栗的很多人误解说苗栗是客家，其实苗栗有分山县跟海县，海县地区才是闽南人居多。所以你们这边是海县，我们海县是闽南人居多的地方，因为你是闽南比较多。对，有部分客家也没有错。我们学生因为我们会对整个竹苗地区，甚至部分的台中地区招生，所以我们也是会有客家籍的同学这样子。是。那老师为我们介绍完那个整个的空间规划哈，是。那今晚好，还能讲几个？学校几挂特色活动，每间学校都有它不同的那种，整个的那种特色嘛。尤其这样，像我们那个地灵人杰有山有雪的话，是不是和有别于一般的学校，有更不同的那一种整个的那种特色？好，那其实这几年配合教育部的政策推动所谓的108课纲，那这是全国高中都在做了。我们学校就是开始做这件事情，就开始想说，我们既然在苗栗院里，那我们如何可以让我们学校扮演一个火车头的角色？把院里我们学校的在地特色给发展出来，所以在课程上我们有结合在地的一些在地的活动，像这个学期我个人本身就接触一门课，就是
让学生去外面跟院里在一些地方社团合作，进行院里老街的一个导览工作这样子。哦、那可能南部朋友可能比较不知道，其实院里出了一个国宝级的音乐家，叫郭志渊先生，哦啊、很有名。哦、是他日本时代在台湾第一个开始创作交响乐的音乐家。嗯、那因为今年刚好他是他94岁冥诞。所以我们就配合这个活动，不是97岁名单，97，对，那我们就配合这个活动进行一系列的一个导览，然后这个活动其实也获得关注，所以公视包含泰国公视都来台湾采访这个活动，所以第一个我们有结合在地，好，跟在地文化做结合。那当然妈祖呢，刚刚讲的那个也是啊，好，那在地之后，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声音扩展出去，所以我们学校也开始跟海外的学校合作，好像我们学校这几年来都会跟日本的高崎北高校，进行定期的互访。那我们学校学生会出去，他们会过来这样子，然后学生在互访之余，也透过一些社团视讯的一些连结，跟当地的学生保持一些联系，就像交换学生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澳门如果不能完全交换，就是让他们每个礼拜固定时间可以两边互相见个面，用视打个招呼，见面视讯的方式。对对对对，我说现在网络无国界，是的，是的，是的。那像那个在学校这方面的那个整个的那种规划，刚刚听徐老师你这样子讲的话，就是说让学生融入当地。等于说，在学校里面生活也可以很在学校里面学习也可以很生活化，就对了。是的，是的，可以融入当地。是是是是 是。那我刚刚看到你们这边还有什么英语歌唱比赛？有。这是和那个国际接轨的吗？这个是我们学校的传统。我们学校的传统。我们学校大概这已经十几年了哈、嗯，就是每一年大概12月底的时候、嗯，我们都会办一场英文合唱比赛。嗯，那是由全体高二学生，就是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合唱、嗯。那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活动，是因为他在耶诞节前后办。嗯，然后就有点可以结合，哦、对对对，然后其实你看学生平常上课可能是好像不是很在意，不是很用心，可是看到活动表比赛的时候，他们就会私底下串联起来，然后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表现出来，大家的兴趣，对对对，非常非常精彩。所以你们学校大家英文都很棒哦，好不好？是不是你们觉得呢？英文都很棒，所以真的直接可以站上国际舞台，我不敢说了，对，因为你们都会，既然说这是你们学校已经十几年了，自从学校。我如果没记错，应该从第四届开始。第四届开始，所以这也算是你们的一个教学课程里面的，是、就是、必学的，对，必学的一个课程。对，哇，那很棒哎、嗯！好像目前为止，好像以高中来讲的话，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子，就是。等于说你们都快要那一种所谓的全英文教学了吗？还不到全英文，只是说这个课程是音乐老师跟、跟英文老师合作、那就是在高二年级的时候会把两个科目结合在一起。嗯哼，那当然因为要英文歌唱，所以可能学生就私底下花更多时间去练习发音啊，练习歌曲的内容，把它记起来这样子。哎呀、哇，有那个英语歌唱比赛，那大家哈、想要去那个参加的话，他当然英文他就一定要强迫自己去进步了。是。哦，那很棒哎！也希望透过歌唱让学生对英文多一些兴趣啦。嗯嗯，那我还看到一个就是所谓的生命教育，是、这个生命教育是。生命教育其实是也是学校一直在推动的。那生命教育分成很多，包含对自己、对个人的一些关怀认识，对社会、对大众的关怀认识，这样。所以我们大概分这些层面。那它会融到各个课程里面去进行。是。像比较，因为我们院里靠海边，所以在过去可能就容易跟院里在地一些，比方说环境教育也结合在一起，那去海边做一些静态，然后院里有一些那个就是。浪狗、浪狗、浪猫，他们的浪浪们，他们的一些中途之家，那我们也有学生社团过去那边服务这样子。对，那我们像我自己带的课程也有设计一些对人的关怀，是，像我们就有身障体验课程、视障体验课程，让学生去模拟身障或视障的情况下，他们会遇到哪些困难跟如何解决。那我们这个都把它包装成广义的生命教育课程这样子。所以生命教育不单单说只是说针对我们人，就是包含说只要是有生命的动物这一类的，对，哇，那也是很广爱耶。对啊，对，就是其实哈，现在的年轻人哈，有时候就是会。欠缺那么一点点的那一种，对你说你所谓的生命这一块，包括说动物这一块，你看很多那一种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社会报道，虐待动物啦，甚至虐待那些那个街友，是都是有嘛，这个都是包含在我们的生命教育里面，有都有。那这样子课程很好哎、欸。
对啊，我们就是希望说未来学生不是只要会念书，因为现在、啊、现在其实知识爆炸，就像我们现在用 YouTube 在直播一样，其实网络上可以到太多太多资讯了。那如何在资讯之余能够让学生培养一些实际做的能力，这个是我们现在教育上比较重视的一环。所以说相对说学校也是带给那个学生蛮多那种正面的能量啊、嗯，不然的话你看就像刚刚老师您讲的，我们 YouTube 打开网络一打开电视一打开，许多负面的排山倒海而来。是啊，对啊，所以如果说每一间学校里面都有像这样子的这种这么正面能量的那种教育课程的话，对学生的影响力会非常非常的大。我们也希望了，就是埋下一个小小种子嘛，然后以后看能不能发芽茁壮这样子。对对对，这样子真的很不错。是是是是。那这个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活动。那老师有除了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些，那还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你觉得比较特别的？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活动哦，就是其实我们学校也很重视。一般传统大家都可能会认为说，一般普通高中好像课程上都比较重视学科。是啊。那实际上我们学校其实重视学科之外还蛮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全的发展，所以我们学校也办了很多竞赛型的活动，每个年级都有，然后比方说像拔河比赛，然后还有篮球比赛，还有排球比赛。那像这些比赛，像个人像我举排球也是一样，它是全年级的参加，以班级为单位这样子，那有时候打起来是很精彩。真的，有没有分男女还是一起比混合比？因为那你们有没有那个女生有没有参加过的？他们还没，因为他们下学期，就是寒假过完，对，寒假他就比过了。哦，他比过了，他比过了。是啊，對對對對，那男生比较强还是女生？男生。那你一定会说男生比较强啊，对不对？你一定会说男生比较强。其实因为我们院里有另外的特色，是我们国院可能还没有发展起来，可是我们国院的邻居是院里国小，它是台湾很有名的排球种子学校。对，所以是从国小就开始培育的。对，院里其实院里镇的文化或是体育的一些传统非常非常的深厚。对，那所以这些我们也希望跟学校特色，学生不要说国小打一打就没事了，那到高中之后如果只有个舞台给他们，也可以尽情的发挥一下这样子。我刚才以为老师你说你们和国小生一起比赛排球，我们可能会输，我觉得你们要让他们不敢太冲、对不对？他们很厉害，他们有出过那种国手级的学长啊，真的、院里国小很强，是排球吗？排球，是对，排球。所以在我们院里高中等于说就是那个多元多方面的那种学习的环境就对了。是能够看到大家都充满活力，对、你看我们外面就有校队的学生啊。哎，哪一个是校队最高的这一位吗？没有，旁边这一个，旁边对两位。哎，最哎，反光看不到两边的都是那个篮球。排球校队哦，排球校队，对对对对对哦，排球校队，对对对对，我以为这个最高的这个是篮球国手，篮球是不是？没有，他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不会吧？他会很多事情啊。其实好像一般来讲，就像刚刚老师你讲的，高中嘛，高中最重要的是大学嘛，一定要大学指考，所以一般来讲，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每一间学校都有他的那种所谓的多元的教育，是有别于说我们传统的公就是高中你他就是一条线这样子，然后就是一直走这样子，对不对？然后现在就是说变成多元，让学生有除了说用心读书以外，努力读书以外，当然哦，那个形态嘛是爱搞点爱运动嘛，然后有更好的那种社交，所以就是说不是说单单我就是读册尔，只多是读起哩，读个三下拢未晓，就是干那册哩。较早较安尼啦，即卖无啊多安。即卖未拢是多元啦，拢多元的，对啊。那你们在学校读书，会不会有什么压力？你们都是要考大学的嘛，对不对？哦，那有没有什么压力？学业上？就是像某一科，如果就是偏科型的学生的话，就会读起来有点累。读偏科型，偏科就是某些科目很强，某些科目没那么强，对，就会比较累一点点。是，就会比那、你们怎么如何去排遣？继续读，没有说啊、我今天压力很大，然后我要如何去消除我的压力吗？就是玩社团啊。玩社团参与社团活动，是啊，其实以前的高中生所谓的高中和高职是不一样的，对，以前的高中的话社团好像比较少啊，
对，传统啊，传统早些年都是以升学为主嘛，对啊对啊，然后课程压得很紧嘛，是 是, 是。那现在其实学生也没办法这样再下去了啦，所以我们也开始学校跟学生都开始彼此调整啊，让学生多方体验这样子。而且现在高中的升学管道路线变得更宽广，是啊。那大学在选材的时候，他也不单单只看你学科的表现，他可能要看你在学校里面社团活动，是班级干部或者甚至是社区参与，他都会看。那既然这种情况存在的话，那我们学校就不能不再封闭自己啊，是啊，就必须要更多元开放，要走出去才可以嘛。所以你看，你们有所谓的什么英语啦，还有什么外籍的交流生啊，是的，是的。你们这样子和那个国际接轨的话，哈，对于你们学校来讲，整个学生的教育啊、环境啊，包括他们人格的成长，整个来讲都是最棒的，哎。谢谢，谢谢夸赞。真的，真的是这样子哈。那老师，那个我们整个的那个除了说我们那个学校特色活动，就是我们老师他们分享的这些以外，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有特色活动，那我们整个的教学设备也是很重要啊。设备是的，我们学校因为很新，然后其实而且我们是国立学校，所以在资源上其实不敢说最好，但是一定算是名列前茅这样子，对。当然你新的学校那一种整个设备是最最新最好的，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源从教育部直接补下来嘛，对，就是有别一般的县市立学校，所以在资源的获得上面其实也是相对的快，相对的快，所以在硬体设备其实还不错，还不错。那学校也不断的推陈出新，因为学校老师怎么还蛮年轻的，是看得出来，大家都很年轻。像你们和那个男同学在一起，就像兄弟一样。啊、主持人真的真的真的，这是我今天听到最高兴的一句话。我讲的是真的，对啊，大家都很年轻，他们要暴动了。怎么讲？我把他们讲得太老了吗？没有啦，因为现在的学生哈，其实和我们以前哈，像我们那个年代哈。在家是父母嘛，然后在学校就是老师嘛，以老师为尊嘛，老师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那我们家应威嘛，哦，你只应，你只应威哈，妈熊哦，等我等你处理了，等你再出来给吃巴西呀。然后现在就是说，大家和那个同学之间，老三同学之间，如父如兄啊，是不是这样子教育？哦，就像是一个家庭嘛，是啦，看得出来，对啊，所以老师越来越年轻哈，嘛是应该的啦，是啊，才可以融入新的世代啊，对啊，对啊，我们学校老师也年轻，对啊，真的很年轻，然后学生也都很年轻，本来就很年轻，很年轻啊，十八岁，十九岁，十八岁啦，十七岁，大家应该都有驾照了吧？还没，十18，满18才可以，机车驾照呢？还没，要满18。哦，现在满十八岁，满十八岁，他们才现在目前这一批是以二年级为主，高二大概17岁，然后高三部分满18了，就是你有让他逃起来不？好，给你哦，大家点点，大家拢点点，你旁边水滴啊，水滴啊，水滴啊，包，大家拢会逃起来啊，水滴啊，包。老师，那个我们在那个像以我们现在少子化来讲的话，你觉得在招生这方面困难吗？是，老实讲，如果要招足额，我们学校并不算太难、对，就是因为毕竟是国立学校，公立，所以其实要足额问题不大。我们学校每年都有大概破90%以上、95%的那种那个入学的那个比例，这样，所以其实学生的来源它还好，还好。但是我们会希望说，学生其实不是只有地方选择去念就好，是真的要选择适性。因为现在学生有些他们可能在国中的时候接受到的刺激不够，是他也没有去思考说到底自己适合走哪一条路。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进来之后才发现啊，高中不是我要的，原来我适合念高职，或者是到了高职啊，因为高职其实我不适合，我适合念高中。所以你们在学校遇过这种情形？会是那怎么办？就看学生能不能适应。你要如何去鼓励他？对，就是第一个当然是鼓励学生适应一下，就跟他讲说，其实不管选择高中高职，不可能所有的科目都是如你所愿。是，对，就像刚刚学生讲偏科的学生，你说我这一科不行，那你到高职去之后，你要遇到类似其他科目，你一样可能不行，所以不见得你换个环境就一定好。所以会请他多试，说我们学校活动多嘛，请他多试一些活动或课程。那如果真的不行，我们会评估，我们辅导师会评估，评估后真的不行的话，那就鼓励他，因为其实也是可以转学啦。是 是, 是，对，那我们只是说，希望说学生与其这样多绕一个弯，倒不如在如果南部的听众朋友听到的话，可以鼓励在小朋友，我们小朋友自己本身可以思考一下，在国中的时候开始思考，这到底那对他自己来讲，高中跟高职哪条路比较好？这样子是是是是。哇，那今天老师和我们分享到这么多哈，所以那个孔丁兵你那行呢，干嘛讲？院里这个环境不错的话哈，以后那是讲啊有那个
小朋友哈要读高中的话，不妨也考虑一下。那学校那个学校那个，如果是远地的学生的话，有宿舍。哦，那住在这边应该是不错啊，很安静的。对，因为学校因为会跨台中跟竹苗区嘛，所以我们学校早期我自己知道最早的学生，因为我们美术班，那美术班我认识的学生最远是来自也是台南哦，来自那个应该算是后壁那边吧，后壁，我记得后壁，就是新营附近，他都从新营坐火车，假日的时候，不是，就是他礼拜天，都要从新营坐火车上来，所以也是一样，那个住宿吗？都住宿啊，就住宿，对 ，OK， 那我们先安排一首歌曲哈，好。来，谢谢哈，今天非常欢喜哈，咱徐老师啊，跟咱讲这两节哈，和咱个更加了解咱院里高中整个那个特色，还有他们整个的设备，尤其哈，现在地理环境真的是很吸引人，然后我那时这个会客林，我得跟妈妈讲，我要去教他了，欢迎，对，但是现在年纪太大了，不行了，可以来参观呐，okay, 可以走过路、okay. 过，不要错过了，可以来院里做个做客一下这样子，哎、啦，去拜北山妈的孙哦，经过恁遐吼，他来恁遐。欢迎，随时欢迎。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进行到这里哈。来呵，阿南因为我们现在哈个过两天哦，咱两三天我们就要过年了嘛哈。阿南老师哈带领学生，是不是向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先拜个早年？好，好来开始喽。来，一二三，国立院里高中祝大家新年快乐，国立赞。好，谢谢今天非常感谢老师的赶到节目现场，谢谢，好，谢谢大家，拜拜，拜拜，谢谢。长笛下，岁月流逝若指尖，缝隙的沙，可有无体温魂，何时归家？